镜头前是世界最可爱动物排名第16的神奇物种，是和猪獴一样能干翻眼镜蛇的存在。它们族群勾心斗角，堪比《甄嬛传》。这就是狐獴，通常由国王和王后统治族群。比较奇特的是，它们雌性负责战斗，雄性负责带娃。只有首领才有交配权，小皇子的地位仅次于首领，所以他们族群内的勾心斗角基本上是围绕交配权展开，极为惊险刺激。好在镜头下这个狐獴族群首领地位还算稳固，他们分工明确，井然有序。白天他们从洞里出来活动，有负责狩猎觅食的，也有专门负责站岗放哨的，当然还有几个觉悟不高上班摸鱼的。由于自身底盘低，放哨的都是用后肢站立，站得高望得远，他们的黑眼睛自带太阳镜效果，能够有效防止太阳的眩目，甚至直视太阳，能更快速地发现敌人。当发现附近有掠食者出现，狐獴哨兵会发出警示声，其他成员则会挺直腰板恐吓敌人，打得过的就一拥而上，打不过的则迅速钻入洞内。他们的前肢十分擅长打洞，底下工程庞大而复杂，是他们生命最大的保障。待掠食者离开，哨兵又是第一个钻出来探测敌情，确定安全之后，其他成员才会出来。由于狐獴没有储存脂肪，他们必须每天觅食才不会饿死。沙漠幼虫是他们的主食，他们自带毒液免疫，可以把眼镜蛇、蝎子当辣条吃。2013年，他们还被 CNN 评选为世界最可爱物种排名第16，离了个大谱。